来，那一路风尘仆仆下来，你们饿了？有。好，还是一样，让在地师安带你去吃好吃的。OK。等。站好，先把你的300R处理掉好了。那个处理掉，你要把它做什么事情？当然是双证件跟身份证拿出来。今天礼拜天，今天你再没开，明天再帮你举办。没有，不行，要办就今天办完。糟糕，又回到今天而已。这种天气啊，没有，我是觉得骑士干比较好。而且还有没有免费加温的？来，双证件，双证件。我也是觉得优惠到今天而已哦。2022年12月中下旬，刚好受到中正跟中兴两间大学的学生会还有社团邀请，分享有关交通改革倡议以及道路驾驶的经验。南下嘉义的前一天，决定顺路前来丰原一趟，给才刚复耕不久的吃汉日常带一些行阿来的美食。只不过刚好遇到入冬后的第一波冷气团，骑车往南的过程，路标上的地名不断的变动，但是气温大概就像是构成路标的原件一样，铁板一块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变动的感觉。对啊，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来宾啊，我们的企鹅交通所大企鹅本人。嗨，嘿，终于又看到我们企鹅大大了。这个叫做台中跟台北一样冷。真的很冷，难得限定。台北11度，台中一样11度。而且今天下来真的特别有勇气啊！我觉得他来的时间跟北极实在太接近了。对。好，我们帮他准备了 Plan A、Plan B， 对。可是这个 Plan A 跟 Plan B 都没用到，他去了 Plan C。所以呢，今天嘛，对，我们决定就把北极的 Plan A 交给你了。对，你要帮我们完成北极的 Plan A。对，北极啊，我们叫自己对。今天我载你哦，你还有专属司机，我是汉一美。OK。哦，我这冷的有点急了，今天早都不想骑了。已经丢了2个礼拜没骑了。没有，其实我也在想，我干脆要不要干脆今天开车出来算了。开车出来啊，好像也是个好主意。自从8月去过澎湖之后，接下来几个月真的是忙到没什么时间，车子也没有骑出大台北地区。所以也就想说，趁着这次要到嘉义，刚好出来骑个车，这种热血还真的不是寒流能够阻挡的。不过像这样有人在，顺便把迎面而来的冷空气给挡掉，在这种天气里面，当然还是舒服了一些。耶、yeah ！他想要算计我来，你要当情侣是不是？好，再次来。好。耶、yeah ！这样 OK 吧？对不对？配合度怎么好啊？有点难上加难的感觉了。到了。我点头罩会变暖暖包。没有，你就把暖暖包堆在嘴巴前面。对。有吃汗的味道反正那个嘴巴有挡起来就好了。对啊。没有人会管你是口罩还是暖暖包。这里叫做有没有川烫牛肉？对。其实我之前来都吃皮蛋拌面。它是以前的皮蛋拌面。有没有 Q 蛋？哦。然后附那个双板。我还想到你刚找不到，是不是被你吃到没了？有。太久没来吃。这间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之前要带北齐来。对，然后而且今天天气这么冷，吃这个最刚好。刚好，对。想特别的，我去可是你看，拌面的话，不就是凉的吗？它是热的，它是热的。它然后它重点是它是有一颗，它 Q 蛋就是皮蛋。你需不需要做画面？不用了。不用吗？好，来。好，做完了。你太快了，根本没拍到。没拍到。哇。对，老板要先准备好，老板先等你准备好。是要说呢，你看这碗看起来呢，好假咸的。边啊怎啊？来，豆边怎啊是安怎？大杂烩的概念。左边的这碗就是 Q 蛋拌面，回到它半开前的样子，不仅看起来卖相好了很多，
而且用料也很实在。哦，那个柴鱼片还在动有没有？我感觉很哦，哇跳跳好不好？等一下柴鱼片就从碗里面跳出去。重点是附上来的汤，还有松板猪跟牛肉两种可以选，肉量更是超级丰盛 ，CP 值可以说是高到爆表。不过既然店名叫做八风堂川烫牛肉面，这牛肉面当然是不会逊色，现场冲灌的高汤，完美的保留牛肉的鲜甜，不输给台南牛肉汤的滋味。一碗牛肉面180块嘛，对，其中30块是老板表演的那个工钱的。来来来，带你去吃我们在地最美味的咸蛋糕，真的很冷。来，这么的咸蛋糕是没有一件难吃的啦。目前吃起来没有吃过难吃的。嘴巴怎么在啊？我加贵。我加贵啊！咸蛋糕你都没吃過？没有，没吃过丰原的。哦，今天我们带我们企鹅来吃的就这家丰原，嗯，也算是非常老的饼行啊，老雪花斋。对对对，就这一家有没有？也是将近快百年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嗯对，这家咸蛋糕嘛，对不对？说实在，其实我们也没有吃过，没有，所以好不好吃嘛，对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就是我代表先，鱼妹，还是画记者妹，里面谁画麦啊？我，你要进去看吗？他不是外面都看得到里面的吗？进去吹暖气啦，进去吹暖气啦。我们等你好消息哦。蛋糕去卖了，卖完了，卖完喽。下礼拜，等到下礼拜哦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看起来应该一波赢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现在跟遇到一个跟北齐同样的状况，就是又要动到Plan B 了。哦，哎，但我觉得可能要直接跳到 Plan C 比较快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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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相信我们的运气还比北齐好一点。哦，可能是因为星期天，所以第一间店直接先扑了空。不过还是象征性的跑到对街取了个景，还意外发现可怕的东西。你去店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？那个雪花斋的那个月饼店，好可怕哦！对，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超怕这一间的，月饼店长得超可怕。我觉得要把它放大，大家能看得到那个可怕的感觉。马上放大。你们还在研究那一张脸是吗？汤马士小火车。哎，对，哎，对啊，那就是汤马士小火车哎。对啊，只是差没有加那个烟囱而已，有没有？对，你帮他画三，帮他画三根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可能不用再下一趟旅行了。你帮他画三根啊！现在老板不是说没有那个咸蛋糕吗？对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帮他画三根之后，老板就会请你进去帮他做咸蛋糕出来卖了。哦，就是帮他清债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这一家呢，就是阿北最爱的咸蛋糕了。嗯，对对对。个人深情推荐，我刚才已经把他推荐过一轮了。他说这个没有，还有下一间啊，下一个没有，还有下下间，对对对，啊、下间没有。这个好，这个可以到Plan E到 F 去了。嗯嗯。好，五个咸蛋糕。五袋啊，是五袋，五袋，五袋。我老公的。露营啊？对啊，被露营。还好还没动用到所谓的 Plan C， 就在对街的宝柴食品。买到了痴汉推荐的丰原咸蛋糕，而且老板看到我戴着安全帽，又大包小包的，知道是从北部骑车下来之后，还多送我们好几块饼。平常在讨论交通议题的时候，经常有机车很碍眼，应该要消灭机车等等的言论，但是出来旅行的时候，却又会感受到台湾人对于机车长途旅行的敬佩。如果说道路上的不良用路行为可以减少，或许那些仇视的眼光也可以跟着消散吧。这个是红茶拿铁无糖雪冰，是，哎，啊，我也是烧的，老人拢啉烧的，是，啊，所以呢，既然我们拿到这饮料嘛，对，我要带你去一个最浪漫的地方体会一下啦，带着我们吃汉真心推荐，我觉得丰原最好喝的奶茶，哦，对，然后推荐你最好喝的奶茶，再带你去一个最浪漫的地方，嗯嗯，啊，来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本来想说会不会安排个不一样的店，结果还真的是台北骑士跟雨神飘前几个星期到丰原的时候，同样有造访到的宫老坪观景台。果不其然的，痴汉这次还是准备了锁，
要给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宾客签名后挂在新墙上。画出来比较像恐龙啊，你们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恐龙吗？没有，这个重点是看得出来是你画的就可以了。哦，比如说这此时此刻就是在这个地方马上画的。哦，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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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手好像智障哦？没关系，你只要是你写的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就知道是我画了一只恐龙吗？看有对照叫吗？痴汉啊，有。背面，阿贝。等一下就把它全部挂上去嘛，对不对？看究竟是谁的会先被干走。现在可以看得到上面的那个，有了，来呀、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联名新手啊。嗯，请认名号，这里痴汉憋几只企鹅而已，痴汉企鹅联名手刀。啊，这部片嘛，对不对？离我们上片应该还有好一阵子啊，所以说我们到时候上片之前，我们再来看看究竟是谁的会先被干走，或者是两个都不见。原本我们是想说哈，要不要上个交？没有，为了公平起见都不上交，要什么都不留。好不好？就在这里了。想要企鹅的签名手套吗？我把他们都留在这里了，就在这边了，快回来这边拍照，把卡住纪念，千万不要太早。不过还没来得及等到我们两个频道上片，这两个锁就跟台北骑士还有雨神飘的一样，再次消失在龚老平的新墙上，都快怀疑是不是有人偷偷跟踪我们了。这次夜游丰原也在龚老平画下句点，告别痴汉之后，继续往南到今晚的住宿点，准备明天接力朝着嘉义出发。你知道这卡是要拍给谁看的吗？拍给那两个不吃鸟看的。啊！没错，台北骑士啊，对，可惜他们真不吃鸟啊。对对对，不知道你们放弃了什么东西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下次要跟他说这是羊。反正他不吃牛，搞不好他也不知道牛是什么味道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是哦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你也可以跟人家讲说，好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肉吃长。